作剧之吻，我可能不会爱你的导演也追大陆电视剧吗？当然了，应该大多数人都看过甄嬛传，或者是像延禧攻略，我妈妈就看了好几次。那我想这样好的影视作品不管是从大陆到台湾给台湾的观众看，或者台湾好的作品来这边给大陆的观众看，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让大家更了解两岸在创作或者文化或者大家关心的事情有共同的情感，更有助于大家在比如说有些时候没有办法第一线直接交流的情况，透过影视作品更能够了解彼此，那也因为了解彼此的时候情感才能够被建立起来。那我想影视作为交流的先锋，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而且我也期许好的作品能够在所有的华人两岸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回响，所以我也期待在这里有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能够有机会合作到，然后并且拿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看。